谢谢 Roger， 台东高中的学生，台上真的很热，这个灯比较好。那非常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。我们每个礼拜三呢，表演是从每个礼拜三到礼拜天。那礼拜三呢，固定就是这个节目叫做《唱作俱佳》，那是一个开放报名的一个自由舞台。那所以如果你今天听了，你觉得你下次想要来，也想要来这个台上，或是你的身边的朋友呢，有对音乐非常有兴趣、热爱音乐的朋友呢，都欢迎大家可以介绍给你的朋友们，或是你自己，你可以问你自己到底觉得可不可以，对，然后都可以来到这个舞台，我们是都非常非常欢迎大家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最后一组呢的团体呢，他们是铁花村非常重要的人物。对，我在铁花村扮演是一个小朋友角色，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大家长，铁花村的村长还有村干事要来做今天的 ending 的表演啊，也非常谢谢大家。我们有一个粉丝专页叫做铁花村音乐聚落慢市集，那边也可以连接到我们的官方网站。好，那我们就掌声欢迎我们的村干事还有村长，给他们掌声。